刻意的有些地方那个喷一点点水再画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画完再喷也可以。嗯，可是有时候喷完一喷它就虚无的，就让它跑没关系啊。啊，让它跑这样。可是跑没有那个毒才行，那超讨厌的，好吧。相对位置比较重要。嗯。为什么喷的这个起笔的地方太明朗？加这些笔都是为了结构上的需要，那个需要粗细，然后留下的空白的那个大小的三角形。这一组为主，再配一组跟它搭配。这根跟这个形成这个大三角，想要支撑一下了。淡一点，比较细一点。这些草都是在这片荷叶的后面。
交叉，但是不能看起来太明显。这个强啊、哦，那个这个就稍微弱一点。这个浓，那这个就淡一点。这跟这片叶子一样，这个还包得更紧。就是一朵花就好了，啊，这个长，下一回再整个再烘染一下。这个墨色变化很好，从浓到淡。我这个后面的空间我都不要了，刚才就做成一片白就好。这个纸跟刚刚的好像不一样，纸张一样哦，这两张纸张一样，就是繁纸，繁对是繁两是繁宣的。对，从这个凹下去。嗯。这片叶子比较平。同时考虑这副白，啊，这个空白差不多。
那你是要想办法，假如是这个保留大一点，那这个可能就是空白小一点，那表示这个合约从外面进来。但是这个是，这一名是在花的后面啊。好，叠在一起。这边也人在这边叠在一起啊，就要回到。这个木是好的哈，叶片的姿态，姿态也很好的，就不要去动它，啊，这两片叶子的姿态都很不错，剪下来也能淡然。为了破刚才那一个部分，我现在叶子就从这边加了，考虑到这个就是荷塘的水平线，啊，这边空白点就留着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这张纸就不要像那个那一张后面加太多，就让它留空。